只灭亡般的忧伤。圣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书告诉我，有小孩子逐牧羊，他们软弱，逐刚强。主耶稣爱我，在圣书告诉我，还有耶稣喜爱世上小孩，世上所有的小孩，无论红黄黑白棕，都是耶稣心宝贝。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。完了，谢谢大家。